咁我咧而家咧係回應翻我哋今日嘅信息，講到即係土神喜悅嗰樣嘢啦。咁的而且確人係會，即係人自然地話啊，即係好啦，我善即係做咗呢啲嘢神喜悅嘅，咁咧神就好開心啦。咁呢種嘅思想咧係比較少基督徒會啊，即係長期留喺呢個狀態。嗱，佢有時一係會驕傲噶，你睇我犀利個人啦，即呢種嘅感覺又係其實唔係好喎。我比佢更加犀利，我嘅小組增長得快過佢，而唔係喺嗰個注目喺啊神點樣推動我去做，我又有聽神嘅話，啊我有回應神，咁咧我感謝神喎，神欣賞我所做嘅咁啊。咁呢一種嘅正面就言帶有驕傲嘅情況咧，我都發覺係，就算我自己裡面咧，我都發覺有呢種情況就係，我可以仲做得好啲嘅喎，我咪有啲決定做錯咗咧？有些事情做得不夠好，但當我一這樣想，我就發覺其實這個都是聖靈和我的交談，我就發覺這種的負面這種的想法是對我沒有幫助的，即譬如說我可以還做多一些，本來不過 又沒有做到，又有些決定引致我，即譬如我由我經歷聖靈開始，如果我回轉頭去到某一個位，我怎樣去盡點去盡點去盡點可以還去得盡盡，即我都會有時這樣想，但我又發覺這樣想法是對於我沒有益處的，即已經發生了，不會令到我更加向前去，反而我向前我怎樣忘記了背後我未做得夠盡的地方，然後我怎樣可以做得更好。但是的而且確人有一種有時是冷靜啦，有時沒有想清楚啦，有時懼怕啦，有時是有些某些情況的攔阻啦，咁都是會覺得好像未去得夠盡，咁未去得夠盡咧，又會產生一種嘅內疚感啊。咁我又覺得又係冇乜幫助嘅，即係其實做人都係噶，即係譬如做學生咁又話啊，如果我讀好啲又好啦，我讀好啲啊，而家咧就已經有乜乜乜啦，已經有咩好成績啦，咁即係會咁諗，但係已經發生咗啦，又冇乜作用。咁而且就算向前去，好啦，我勤力啲嗱，譬如假設你向前啦，下一年好，我勤力啲，勤力啲，咁你想勤力啲，但到嗰時咧，又勤力唔出嚟，即係做唔出嚟。咁嘅時候又話，哎呀，又係都係做唔到。咁嘅時候咧，的而且確個人咧係會總係批判自己，我未夠好，未夠好。咁呢種嘅感覺咧，係並唔令到更加想做啊，反而覺得有一種攰嘅感覺，做極都唔夠好嘅。咁而我發覺耶穌鼓勵人去侍奉咧，佢即係喺經文裏面所講到嘅不同嘅情況咧，都唔係即係講得好難嘅。就算佢講到嗰啲好似好難做嘅，其實佢都唔係。佢唔係用一個即係一個好大嘅困難，而係咧佢講俾我哋聽嘅時候咧，都係講俾我聽係容易嘅，我握係容易，我擔只係輕省嘅，一杯涼水佢會紀念嘅。我哋做咗一個小子身上，就係做在耶穌身上嘅，即係嗰個唔重要嘅人物都係做喺佢身上嘅。咁所以喺而家佢叫我哋做咧係好簡單喎，就係你將你嘅身體獻上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心意更新而變化，也都說到神會幫你的，我的羊會聽到我的聲音，會帶領你的。所以我就看到神是他也都沒有跟門徒說，即是譬如說你看看你們做得那麼少，譬如他們回來很開心我們奉你的名趕鬼，耶穌就說了，你不要因為你趕鬼而歡喜，你因為你在名字在心面冊上而歡喜，就耶穌就沒有說他們你們做得不夠啊！你去喂，你去咗幾多大啦？你仲可以去多啲喎，即係佢就唔係好似去逼佢哋更多，反而話你哋所做嘅，你有名字喺心面冊上已經係好好噶啦。咁咧就你做任何嘅嘢咧，都係記錄喺心面冊上嘅，喺個賞賜嘅，都係得到賞賜嘅。咁所以我睇到神咧就係好多鼓勵嘅對於我哋。咁所以我就調教啦。咁我亦發覺人性咧總係就係。想自己那些做得不夠好，
咁我的而且確我都係有動力喎。嗱，呢個都係神俾我嘅動力，我係想做得更好嘅，同埋即係我係好想喺我有生嘅年日真係做到我想做嘅嘢。咁有時都好似好艱巨咁啊，即係去幾多個地方寫到幾多嘢，訓練到幾多人去改變咧。咁有時真係好似好艱巨。咁但係咧，但係我又自己同自己講，我又即係呢個神俾我嘅意念就係話啊，我都做咗啦。如果神要我做更多，佢會開路嘅。如果神要我去某啲國家、某啲地方，會為我開路嘅。咁但係我又睇到我又其實進步緊喎。譬如而家去肯亞咧，咁佢哋都有心去將嗰啲材料翻譯咗做啊佢哋嘅語言咧，就喺佢哋幾個國家附近都有好多肯亞人嘅，都有好多人用肯亞嘅語言嘅。咁呢個都係神為我開咗路啊，係可以一步步踏出嘅。咁所以我就即係留意到聖經所講嘅都係。提我哋所做嘅神紀念，就唔係話你未做得夠好。咁所以即係我要去睇嘅時候咧，嗱當然聖經都有警告，有啲人咧佢冇做得好嘅，咁神要警告佢哋悔改。但係嗰啲肯去做嗰啲咧，聖經都係用好正面嘅言語嘅。咁而我真係睇聖經又睇得到神嘅欣賞嘅説話，咁所以欣賞係俾我哋力量。數未做得夠好咧。就唔係好，即係反而帶嚟破壞性嘅，咁所以我就調教呢邊思想咧，我就覺得擔子就輕省啦，即係話去幾多個國家係神計劃嘅，唔係我要谷住自己，同埋我自己發覺我一谷住自己咧，我今日要快啲寫，即係我因為成日都想快啲寫多啲嘢，寫多啲嘢，想快啲做好曬啲，因為我對於好多日常生活嘅洗碗啊。要做啲咩嘢？我個心咧係好想急快啲做曬，跟住我就去做我要做嘅嘢。咁但係我發覺咁樣又冇益處嘅，反而俾我自己壓力。咁我就越輕鬆咧，我就越有力量，越有動力去做。咁所以呢個都係我一個我發覺好大嘅對我好大嘅幫助。輕即係跟住聖經嘅方式去侍奉咧，個擔子就輕省啦，個人都輕省喎。其實我本身的性格都是容易給自己壓力的，即是我小時候都是的。我譬如我沒有做事，我會覺得那天下午沒有做到事，我覺得很浪費時間。我也是的。就算我去打球呢，我又覺得好，因為做了運動。但如果有時坐在那裡無聊聊，不知道做什麼，我又覺得很浪費時間，就會有內疚感的。而信耶穌之後也都會，譬如浪費時間，我又覺得內疚感的。但現在我就發覺其實呢樣嘢都冇乜益處啊，反而我有啲咩做神會歡喜咧，反而更加大嘅益處。